勇气奖入围的有，接下来颁发最佳勇气奖，第一位入围的是高材生刘宣真。现在有两条路让你选，一个是出唱片然后成绩平平，一个是生物学权威，你选哪一条路？我会觉得我就奋力一搏就豁出去了，那如果说就算出唱片成绩平平，我还是会走那条路。败不复活的吴中明，越挫越勇的精神也相当让人敬佩哦。我们在这边必须要送大 Q， 谢谢大家，我爱你们，谢谢。谢谢大 Q， 我们要送他离开星光大道。会好好的充实自己，好，下次再见到的时候，一定会更好。我烦恼，可是我。这首歌会让我们听到是好像一个完整的东西，不会这样零零碎碎的。所以我觉得今天不错，感情的处理啊，还有一些细节尾音的处理都非常细腻，很好。吴中明啊，你今天真的不赖啊。对，看得出来你听了。吴中明演唱得到的分数是14分，15分。坚持到底的中明会夺得最佳勇气奖吗？是以小小年纪勇闯星光舞台的方志友，最得过一切，最得过一切。我希望你下次演唱不要演唱这种可爱型的歌曲了，因为它没有什么好表现，它就是一个青春洋溢可爱这样子，所以它很难去用你用很难用这样的歌曲去感动别人，或是让人家觉得说哦，你有什么样的唱功有什么了不起。艰难的三人，谁是勇气奖的得主呢？在这个奖项当中呢，我们要有请这个 Roger 老师来颁奖。Roger 老师，请宣布最佳勇气奖得奖的是得奖者吴中明。恭喜我们的大 Q， 还可以得到 Sony PS3 一台 ，PSP 一台。白的 PS3， 然后 PSP 是深邃红。 OK， 不过不好意思，刚在节目录影之前深邃红有掉下来摔了一下。 我有看到凶手凶手是还蛮明显的，是永远见不得人好，所以歌真的唱得不好，人又不好，对不对？好，得到这个奖，来请发表得奖感言。很嗨耶，这个很新，然后我很想要。很新，但被小猫老师摔了。对，就有点可惜。OK、如果坏了的话，他应该会陪我吧？会吗？不过说真的，你拿到最佳勇气奖，其实我觉得大 Q 的他这个一路走来也启发了很多年轻人。其实一时的失败，一时的跌倒没有关系，对不对？真的没有关系。还好你那时候没有就是潦倒，然后酗酒开始乱来啊什么的，对不对？那时候是如何汇集你的力量再站起来，告诉所有朋友？其实就是。告诉自己说就是要做好给他们看，很简单，就这样而已。OK， 这个大 Q 表现好不好？好好听哦。好啦，要恭喜我们大 Q， 马上要带来什么歌曲？红豆。红豆。